3月6日晚间，李晨发微博秀出两张自己健身的图片，称练饿了。照片中，李晨穿着运动裤，裸着上身，壮硕的胸肌非常显眼。第二张照片中，李晨拿着手机对着镜子自拍，上身呈倒三角状，完美的腹肌十分强劲。李晨的微博发出后，网友纷纷围观表白李晨的胸肌，称这标准的倒三角啊，肌肉越来越大了，想用小拳拳捶你胸口。优酷娱乐整理报道。这世界很酷。